你不是人，你是王八蛋！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表哥，表哥，哎，还有一头牛去哪里了？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什么牛啊？还有一头牛呢。都在这里啊。都在哪里？这不是只有一头吗？对呀、啊，表哥，我不是给你拿两头牛吗？是啊。啊？另一头在那边。哎，在哪一边？刚才我说就是说应该在这那里。在那里啊？嗯，他去哪边了？你看着我。嗯，你是不是骗我了？没有。 表哥，表哥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今天那个男的要来家里面闹事情了。他又来了吗？你非要让我叫过去，你才心里面舒服吗？不是。那还有一头牛呢。在。去哪里？哎呀，表哥，你看你那个样子都不像撒谎，你好好跟他说牛呢。还有一头去哪里了？这里有5000块钱，你看。什么意思，表哥？你先拿好这个卡，里面还有5000块钱。你什么意思，这个？拿好呗，你拿好。 表哥，我不要你这5000块钱，我要我的牛。哎呦，我借给别人了。你借给别人，你为什么要借给别人？你非要让我去吗？哎呀，我也没办法，不是。那你要把我的牛给我要回来。我要牛，不要钱，表哥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表妹，我跟你说，都让你先过去一下，我跟他说了件事，说像是。说像。行，你先过去吧。好不好？好好，你们说，你们说。 你不是人，你是王八蛋！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怎么了，小姨妹？小姨妹？小姨妹？啊？刚刚你们怎么了？我表哥把牛卖了。啊？他怎么把那牛给卖了？他前段时间欠别人的钱嘛，然后还不上，别人要催得紧，他把我的一头牛给卖了，抵给人家了，只剩5000块钱了。 就剩5000块钱了，对，我是不是玩了呀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别着急别着急，这样我先去问问你表哥什么情况，你先等我一下啊。表哥，哎，你怎么把小姨妹的牛给卖了？我欠别人的钱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把她一头牛卖了，抵债，还剩5000块钱。那你知不知道他没有牛的话，别人找上门来了？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，那小姨妹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也挺对不起他的。你们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？你们是城里的人，有钱人。不是，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哎呀，我求你们了。哎，表哥，别过，别过。哎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呀。哎呀，我求你们了，再帮我们一次。哎，那这样吧，我再想办法。 你把那5000给我，我再凑点钱把那个牛给赎回来。好的，谢谢，太谢谢了。你下次不要拿小姨妹东西去。太谢谢了。好好好。太谢谢了。小姨妹，小姨妹。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还哭了？别哭了，我帮你解决好了。啊？你又帮我解决了？对呀，解决好了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嘛，对吧？ 你每次都这么帮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感谢什么呀？我们是好朋友。哎，你别哭了，你看你哭的好丑啊！哎哎，小姨妹，小姨妹，啊，你吃不吃糖？吃糖。对，你看我今天给你买的糖。好，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买的，一直没给你，快拿。哦、哇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对呀。哇，好多呀！别哭了，开心点，不要哭了哈。 你看你哭的好丑啊！好多糖呀！专门给你买的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啊，很感谢你。没事儿。来，给你打开一个。你先吃嘛，你先吃。你先吃。你看你，我看到你哭的女孩子哭的心里难受，你不要再哭了。先吃。好，谢谢。你也吃一个哈。好。撕得开吗？撕得开。 你看，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干嘛天天哭呢？以后不要随便哭了哈。好。哎，哎，小姨妹。啊？我觉得这个糖甜不饱肚子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我饿了的意思。啊，行，走，我们回家做饭吃。去你家做饭吗？对呀。好。啊，小心一点哦，这里有很多石头。好，你也小心一点走路。 肉可以了呀，来。
烤好了吗？嗯，烤好了，你尝一下。好，我尝尝。配着玉米包包吃，有点烫哦。好。嗯。嗯，这个好香啊。吃得来吗？吃得来。哎，你们也吃啊。嗯，我的话天天吃这些吃腻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们光吃素的，你们不吃肉啊？没有，我们天天吃这些吃腻了嘛，我不喜欢吃，我喜欢吃这个粑粑，你快点吃啊。你们不吃它，我也不好意思吃了。没事，你不用管我们，你快点吃吧。那我也不吃了。你快点吃啊！你吃，你吃，你们都不吃。那表哥你陪他吃吧，我是真的不喜欢吃。你吃你吃，来你吃这个。你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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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拿着，这个很好吃的。哦哦，你这是眼睛。是眼睛了。嗯。快点，你也吃。嗯。你吃，对对对。我吃这个香肠啊，有点烫。好，你小心点。好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啊，我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挺好吃的。哎，你看你那个刚刚烤的那个又敷你脸上去了。哪里啊？那里，脸上。那我给你擦一下。脸上吗？这里，这里啊，小花猫。这里吗？对。有吗，表哥？有啊。